local brand 嘅市场占有率越见高企，全因佢哋掌握咗潮流嘅要点。同属本地品牌嘅 KD Judith 向来系走 sexy and walk 嘅路线。KD Judith 成立喺2009年，系 IT 集团嘅品牌之一，目标系探索喺路边迷人嘅摇滚风格，带嚟鼓舞人心嘅年轻休闲服。佢着重探索前沿嘅剪影、摇滚同性感嘅细节，比如面料、水洗嘅牛仔布同蕾丝、触摸、军事细节、卡扣等等。然而，将呢啲要素集结埋一齐，形成咗前卫、性感同功能强大嘅图像。就好似影片当中呢两条裤，设计同样以摇滚嘅大胆风格为主，两条分别系以蕾丝同埋丝裤嘅雪纺面料，加上 shiny 设计嘅长裤上面，形成 layer 嘅感觉。简单咁样衬上背心或者 T-shirt， 尽显充满型格又性感嘅烈女味道，亦都十分切合 Katie Judith 百搭多变嘅 mix and match 主义。